究公关，点解本地波咁冷清？东方龙狮今季首战亚冠杯，对住几队中日韩球队，分组赛主场飞就一早卖清光啦。不过亚冠杯几旺场都好，都系带唔起本地波。踏入第三季嘅港超联，入场人数有跌冇升，今季场均只系得850人左右，仲少过上季成160个。究竟系点解呢？有几队国企好似天啊、天龙天啊、富力啦，呢几队多嘅入场人数比较差，就拉低咗。咁立法会亦都真系。足总今季为了凑够队数，俾业余的港会和空降的富力参赛，下游球队表现差又不够号召力，搞到赛事质素冇保证，球员踢都球球奇奇咯，咪令到球迷根本不想入场睇咯。真系几队话题啦，点解嗰个分别咁大咧？尤其嗰个快速啊，球员嘅技术啊，佢嘅外援质素啊，都真系俾我哋。除了球赛质素差，球会本身的宣传都是一大因素。杰志的入场人数稳步上扬，他们的公关部有很大功劳。球迷这件事是需要时间去建立的。不是说一朝一夕我今年我买班即刻多几百人，这样是很难做的事。我们是想每一场球赛完了之后，是真的想真心向球迷作出致谢嘅，我哋就唔希望啲球员就咁拍两下手，挥个手多谢就算。我哋好想有一个好似朋友嘅感觉，或者系我哋希望尽我哋嘅努力去多谢球迷。作为少数有公关部嘅港超球会，截至入场人数由首季港超场均1497人，升到今季大约1850人。第二位系元朗。均都有成1500人噶，增幅接近40%。减少推广嘅东方，今季就跌到1400人左右，跌幅达到24%。翻嚟，第二节本地波都系咪哥、Gary、Billy、小弟卡神，都系四个第二节啦。咁啊，喂啊，讲下入场，突然间苹果整段咁嘅新闻出嚟，咁我哋都鸠吹下啦。好啊，讲入场数啦。首先我睇紧段嘢咧，屌你老母，你系踩鸠人东方直播嘅啫，系嘛？我见佢度新闻嘅内容就系话有直播影响到啦。我睇啲数字，屌你乜直播有直播嘅人数，即系平均人数多捻过冇直播嘅。我谂鸠嘅，你老母讲啲嘢，啲数据用脑谂。即係好簡單，今季是下跌了的，平均入場人數到而家是少了的，但係而家800多人嘅啫，到而家800多人啫。咁但係如果冇撚咗嗰兩隊啦，佢都講撚咗梁富力同埋富力同埋港會，係啊，你估下多幾有幾多而家係咪？即係我估至少平均啊，扯翻嗰百啊，我估扯翻高啲，因為始終都係個隊伍平均係啦。我再講下數字啦，第一季2014-2015年嘅港超1040幾人，1148啦。咁上季少一啲啊，1017平均。咁啊，今季如果冇撚咗嗰兩隊，1134嘅原來扯高翻，扯高得多嘅個數字啊，爭好撚遠嘅個平均人數、入場數。咁你何況你睇下個好似富力個主場擺咗去小西灣嘅，仲要多波又閪，地方又閪，仲要多數擺咩時間咧？星期六嘅晏晝2:30。驚你唔去啊！唔係驚你去啊！驚你會去啊！即係大聲，你連飲茶時間都唔好去飲茶啦，唔好入嚟睇。冇啊！嗰個時間一係就南區主場嘛，一係就佢咁樣噶嘛。嗰個燈南區燈唔得啊！但係南區主場就因為吸到客啊嘛，吸到本區嗰啲客球迷啊嘛，咁至少都成日都有平均都有成800幾900咁。冇啊！南區兩季呢兩季啦，上季啱啱升翻上嚟，第一季佢冇嘅港超啫，上一季489，到而家今季500+1，都係多少進步咗少少。但係佢嗰個南港島線開咗之後，佢都唔撚係多咗好多人，好撚係啊！即係嗱，過撚過啊，塞京人隧道塞。到而家啦，通撚咗地鐵啦，你都唔撚去，都係冇關係嘅。即係始終係個球場個方便程度，同埋個時間性咯。你富力嗰啲擺小西灣，禮拜六晏晝，喂，
有300人啊，都算執到啦嗰場波，但係真係未試過有300人。你再加上你睇埋足總嗰啲賽程嘅編配，其實真係點底褲啊？而家咁少人嘅，你試下頭場小西灣，中間嗰場旺角，尾場將軍澳，去你老母咩老黃撚鳩啊！鳩你啦，屌你老母都冇擺喺元朗度，擺喺元朗，一頭場南區，尾場元朗，成日都係咁樣。屌你老味！五點試過一次，就5:30就擺旺角場啊嘛，係啊，係咪？跟住有場8:00就元朗啊嘛，就係調轉咗，好似差唔多。總言之，就係由元朗去旺角。啊！下面一個鐘頭搞掂佢啦，唔該。總之係咁樣，因為我哋都試過係咁樣做。冇啦，你試過入？我記得有個禮拜。可能睇得到啫。一個禮拜咪屌你咪試過屌你香港仔先，跟住就旺角場之後大球場，屌你真係香港啲人有喎。呢啲閪賽程，屌你仆街！其實編賽程嗰個有冇諗過會影響個入場人數？有閪諗過咩？即係有場就有場就生啦。係啦，呢個就最緊要有場有編。佢老母喺佢同康文署嘅溝通啊，就一就啊，好撚簡單嘅。你望一啲數字，我又冇乜深水埗同旺角一齊同一日踢嘅，好撚多人，一定好撚齊啦，好方便，嗰站一定跟跟住嚟咯，幾個站就到，行都行撚到啦，你中間嗰段時間行都行撚到嘅，點你又要永遠都香港、九龍、新界差撚亂曬，攞嚟搞啊嘛，即係好似專登分雲啲咁，驚你即係擔心你真係入場嘛，驚你啊嘛，而家你未好似今季已經冇咩青衣場啦，咪咯，擺埋青衣都多㗎，一半一半㗎，你問流浪都一半一半啊，主場係㗎，啲時間又好似感覺上青衣嘅比賽又唔係好多嘅咁怪。又咁講，即係其實睇翻上年，其實好多時大家追波睇，譬如黃大仙去九龍灣啊，或者出翻旺角，或者旺角深水埗旺角深水埗青衣，我哋成日都追嘅啦，慣咗。咁嗰啲編配真係方便到球迷，即係有時即係編配賽程嗰班撚屌咧，係完全冇為球迷著想，即係純粹為咗行政上而交差，即係我砌咗場波啦，你哋班友打啦，咁再加上就係今屆嚟講，你港會同富力本身港會你嗰個場其實本身對波冇乜吸引力。第一，再加上就係話本身個場地嗰度又多限制，消費貴啊嘛。你覺得港會定富力平均人數多啲？你覺得港會多少少？港會387，富力218。吹到雞，屌你咯！喂，波唔係港會 fans 可以入場捧。但係你再諗下個富力個閪場嗰個小西灣成萬幾人，得平均得210多人入場。周啦，我每場都屌你都靈魂咁樣，都係大撚你望住嗰啲空氣嚟嘅，全部都陰公。即係佢頭先再講直播嗰度。全力平均入場有直播嘅場次咧，都1210多人嘅，多撚過而家個正常嘅800多人平均，多幾撚多？你唔好賴直播啲嘢。其實直播係愛嚟宣傳香港嘅足球噶嘛。如果你冇咗直播，你邊有人知道？好多外國嘅香港人移民咗外國嘅都會睇東網嘅直播噶嘛。啱啊！亦都做得越嚟越進步，好多人又屌又鏡頭又啲。係係咁嘅啦，俾幾多錢啊，大佬？都唔係錢唔錢問題，屌你啦！咪你同英超嗰啲比，因為嗰個機啊，嗰個場個即係旺角場當我用嘅，你個高度有限，你擺個角度唔靚咧，影得唔好靚噶啦嘛，大佬。你好多啲球場嗰啲配套其實全部都好大限制噶嘛。因為佢本身嗰啲配套本身係for啲地區嘅康樂使用啫嘛，未配套真係為足球而用。再加上就本身資源，英超一場波14部機啊，東方你東方而家都係5-6部機到啫嘛，頂曬啦，3部機啦，通常五六個人去就有，5部機都冇嘅，係咪先？所以其實你咁樣去做比較，其實即資源上面又唔同啦，咁啊足總方面又唔配合啦，球會方面又唔肯落功夫去做，你睇標準號先。你翻學成日都咁講，我哋點解唔撚使球迷啊？哇！屌你老味呢啲事喂！喂，你真係睇到標準號天咧，差唔多咧。你如果唔係真係有啲有心人去叫做拉下間幫手打下氣咧，其實基本上標準號天係冇球迷。你唔好撚理喎，但係佢搞嘅上年佢搞標準流浪啦，477人平均，但今年到而家9場波，佢標準號天佢啦，485人喎，有進步喎，幾個人。上年都係深水埗主場，係咪？係啊，深水埗。啊，九龍灣定九龍灣？九龍灣，九龍灣。舊年仲有九龍灣，仲有啊，有跟住今年係黃大仙嘅，佢都係九龍區。原來我發現咧，我成日撞到李輝立，佢嗰個屋企人應該住彩雲村嘅。我成日成日喺度見得到佢嘅，因為我老家嘅咁，成日見得到佢嘅，應該就住嗰度先啦。呢個嗰個村嘅篤頭嚟，嗰間係篤到盡，你唔會行去街市嗰個街市買嘢，嗰街市鬼墳嚟嘅，冇人嘅。你兩位可能佢就近嗰度，算啦，九龍區算啦，就係為咗方便睇啊。咁樣 OK 嘅，講下少少其他個入場數啦。傑志頭先講咗1800多啦，平均東方1400。
二十就上上年1904啫。因為舊年個優惠好多啊。200蚊睇一季係咪啊？爭好撚遠啊！同埋今季嗰個公季初個公關個手段嗰樣嘢衰咗，形象有影響，個形象負面形象好撚嚴重，又五件嘅事件啦，同埋一路賣飛啊，一路亞冠啦，亞冠啦係啦，同五件嗌交嗰個形象耷撚曬啦，佢 WhatsApp 事件又好撚嚴重，嗰個成個東方係好撚。啲誒球迷討厭東方就係，係嘛？你都知道，因為佢本身嗰、那個搞宣傳推廣嗰啲亦都手啦嘛。係啦，轉咗人啦。佢搞又要喺季中先重新搞翻起，咁你已經吸唔到客。輸咗節㗎啦！上年個球迷會係入場有個計分，咁啊計多啲又換下遮啊，可以誒帶多禮品係啦，係啦，引你哋入場㗎嘛。而家就冇咗嗰啲嘢，冇刻意去搞啲嘢。同埋大單嘢即係聯有啲杯賽決賽啊，佢係送個 T 恤啊，係咪或者完場贏鳩咗啦？有餐打邊爐食下，而家就今年冇，因為今年冇贏過咁就。你又截撚住我？未贏過杯，未贏過杯，冇啦！咁我又想講嘅啫，冇啦！咁真係冇，未贏過杯啊！贏個精英杯啊嘛，唔係社區杯，社區杯有贏過有贏過，精英杯都未聽。社區杯 ，sorry。咁啊，南華就好咗少少喎，今年反而因為彈出彈入旺角長隆將軍澳嘛，佢上年係全夢將軍澳1130幾，今年1360幾，拉高咗旺角長嗰度。喂，咁都多咗，因為我見到南華主場嗰兩場對港本同富力咧，都係得個400幾同埋一場400幾，一場500幾。我計埋㗎啦都。均計㗎啦個數，但係佢我以為咁樣會拉低咗喎，大佬南華個名出到嚟，你對邊隊波至少有700幾800啦，以前即係個講個球市低，亦都係有關係嘅。南華個戰績唔好，係戰績唔好啦，亦都形象更加差啦。佢唔夠啦，自從張廣勇入嚟之後，就全部入場數。其實佢每年都跌緊嘅，平均一字頭嘅，唔係。第一年就1300幾跌咗啦，俾羅生時。咁第二年再跌1100幾，今年係上升㗎啦。屌，多兩隊波，冇計。唔係個平均數嚟㗎嘛？呢個唔係多幾隊冇所謂㗎，平均㗎嘛。佢諗咧就將港勇搞成嘅啫。呢啲嘢就南好多時都係講㗎。咁多年南華跌，香港足球就跌㗎啦。咁個入場數咁啊。咁啊，喂，你嗰隊啊？香港飛馬，飛馬又計以前睇人飛馬就。第一季1600幾咧，騰飛馬上，到接手啊981啦，上年嘅羅生，今年屌你諗乜724人又平均得，你都知嗰啲咁嘅賽程根本編到，我哋好多時啲場都係又係一禮拜，你唔好撚再賴人啦，我再數埋嗰啲真係俾錢得410嘅啫，平均700幾一場，好多有幾有好多場波咧都係嗰啲。贊助商嗰啲飛，咁你唔使㗎，你咪你望下咯，唔係唔會多個嗱，700幾平均嘛，有400幾買飛嘛，咁一半啦，340幾係 free 嘅。但係都有少少影響嘅，佢今季有啲放喺大球場嘅主場咧，佢擺喺星期五啊，擺喺星期二啊，其實真係吸唔到客。冇撚包佢啦，屌你咯，陳少奇嗰單污點嘢都肉酸㗎啦，肉酸嘢，有失形象嗰啲係。佢最重要嘅一個原因係咩咧？因為啲人腳變動太大咧，你講打氣團啦，定球員啦，定係即球員個班底變得太大咧，你基本上咧，你已經冇曬穩定嗰批嘅球迷。上年整咗幾張梁冠聰旗抌撚咗佢，咪已經係冇得留，再無用武之地，有王威嗰啲啊，係啊，乜嘢又變咗另一班人，整定一張伊達又用唔到啊咁嗰啲，好嚟到啊，佢一大波啊，好意思真係攞命。跟住季初就有假波事件。係啊，嗰啲又係好傷形象嘅。幾條友都而家都未見啊，係嘛？即係陰公啊！踢業餘聯賽咯。其他我諗都唔好再講啦。嗰啲黃虎大埔又少咗少少啦。之前佢第一季800幾咁啊，700幾，今年就差唔多咯。咁樣我哋又好多見到阿 Gabby 俾啲文章我睇啦，又話諗下橋啦，大家其實佢嗰篇文章寫廢話嘅，我覺得橋咧，其實我哋講過200次㗎啦，幾季之前喺其他節目嗰度咧已經有講過。有啊，係扣減税啊啲嘢。減税啊，希望可以增加多啲大商家。再講多次啦，香港啲嗰啲撚樣就道德塔利班嚟嘅，佢諗乜？你足球要扣減税嘅，乒乓球又要，籃球又係申請㗎啦。到時有聯賽就總之要所有運動都要申請，有兩個都申請，有兩個捉圍棋嘅都話要搞咁解，草地滾球又要。運動屬於係職業聯賽，基本上係得足球啫嘛。你唔贊助足球，你可以贊助啲乜？咁唔係喎，佢到時話明自己有職業嘅，可能屌佢啦嘛。除非佢嗰項運動就係冇得咁除非嘅，香港又冇除非嘅，嗰陣一。
屌佢老母，撚嘢都要 fair 嘅，佢老母，佢老母，永遠都要平等嘅。個人贊助咪，個人贊助咪 OK 咯。而家講緊扣税嘛，唔係贊助問題啊嘛。點樣諗辦法扣税？係啦，贊助就扣税，扣税就有人詐營噶啦嘛，明唔明啊？你個人同公司都冇分別㗎，你嗱扣個人嘅咪你交少咗税啊嘛，咁佢就嘈噶咯。我屌你老母，我籃球點解冇份啊？係咯，一定係咁，一定餓㗎。翻公司籃有人就要又嘈㗎啦，係咪？一定㗎，同埋再加上你而家所謂搞職業嗰班全部都唔職業，咁其實你。嗰啲商家係睇得到你班撚人，你睇下梁斐孔德，屌你老味！而你死都入去屎忽嘅，屌你老梁斐孔德，屌你做即係做咁多年，即係喺足總。咁佢已經係生意佬嚟嘅咯。咁佢係生意佬，戇鳩嗰只添，戇鳩嗰只啦，或者買只買七百幾萬啫，乜特登時間？戇鳩嘅，屌你老味，係跑咗先知啦，即係跑馬你。唔即係咁講啦，即係譬如話，即係你咁講咪佢咁繼續啦，講啊，繼續啦，即係我唔繼續，等你繼續啦。即係梁斐孔德。呢啲即係做咁耐，其實真係冇為個球圈去諗下喂。出賣香港球員。係啦，屌你淨係話去國歌會俾人罰停賽啊！屌你老尾，就識講呢句。佢淨係有啲勁嘢咧，未講掂嗰啲講嗰時，我覺得咧，其實咧真係香港就打曬杯啦咁樣。今屆佢同佢哋三條友即係史基富，佢同阿貝君其實三條友鬥快出嚟講嘢啫嘛，係咪？係咪？周尼寶少咗㗎，因為咁誇張。今年咁撚多陳嘢，佢真係驚㗎。未開門先講定先啊！唔係佢咁世界盃外圍賽嗰個佢衰咗好多鑊㗎啦，嗰度即係你冇意思再嗰啲手柄埋啦。另外你嗰篇文我就再講到見到佢話球會優先用嗰個喂康文署土地問題話訓練場嗰個問題，我就覺得球會可唔可以優先咧？真係我哋嗱好撚簡單啦，我哋成日都朝頭早行過見到球上晝冇人用㗎嘛。咁你嗱規定咗，我哋香港嗱就少少啦，你冇人用啊！聯賽你先 book 先，香港聯賽球會啊，一月後前你揀咗先啦，你揀咗我哋先放俾公眾，係咪可以俾球會優先個上晝？至少四點啦，四點咪學生踢噶啦嘛，下晝又可以。係啊，咁上晝咪俾我三點打後咯。球會揀咗先嗱，揀剩嘅市民再 book 咯。其實 OK 嘅，因為平日嘅上晝真係冇咩乜人嘅啫嘛。係咯，成個球會又冇場資源，係啦，有球會又冇場地喎，係咪先？你咪可以嗱，成日話練得一次個半鐘頭，咁你咪 book 夠兩節咯，兩節三個鐘咯。唔係你諗下咁樣做到一日兩課嗰效果啦，咁同埋你講真，你同埋你嗰啲社區嗰啲運動場，你真係有幾多人用先？但係好麻煩。咪先嚇，阿米哥，我哋講足球嘅，講社區運動場。唔係即係我，即係你講康樂。唔係啊，即係嗰個球場，因為本身你所謂運動場其實係咪先？即係佢諗住就係建立俾社區有啲居民去用。運會咁嗰啲啊，係啦，嗰啲啦。咁你變咗嚟講，即係話有啲好似叫公共康樂啊，咁啊算㗎啦。我哋教鳩佢啦。即係我即係所以其實你話屌你難啲，屌你都監等傾偈啊！好難嘅，好難嘅，好難。你少睇有啲深度嘅文章。冇乜啊，冇乜深度，我人比較粗。最深度睇《龍虎豹》啦，四樣老爺車啊！即係其實我覺得，即係好似大家所講，就係話如果咁樣做到一日兩。貨嘅，同埋始終自己主場啊嘛，你又見到傑志啊進步咁啊，係咯，係咯，佢啊有進步，冇問題，認嘅 ，OK， 咁就先佢唔到，我有咁啊，有自己球場係進步咗某啲位，咁啊係啊，事實係，係咪先個老細繼續閪啊嘛，冇嘢啊。另外，我哋再講過之前開賭啦，我覺得呢個嗱雖然係難啲做嘅，真係好難，好難，佢咁多，但係呢個係一個可能。蓬勃到啦，搞得再講下宣傳啦，我覺得係嘛嗱，其實嗱，而家報紙好老實，報紙都少啦，有冇人買報紙咧？冇㗎，難嘅。個個睇到賽程嘅就係而家我哋全部都係上 Facebook 睇東網啊，或者睇蘋果啊嗰啲Facebook post 先知道幾時有港超球賽。你嘅球賽，你淨喺自己個 Facebook 宣傳，好少喺其他你嗰啲平台係啦，平台你發攞下贊助又。可唔可以做喺呢啲咧？你要專登想睇香港波，先要撳去你個足總個網或者東網咧，先知道幾時有波踢。你會唔會彈出去其他地方度咧？你上年你都起碼有地鐵廣告啊，係咪先？咁今季都有個櫃倉，拍咗幾輯相喺地鐵都有㗎。但係而家搭地鐵都係揸住個電話啫嘛，你唔會惡高頭望個地鐵㗎嘛？你會多啲喺呢度電話度去㗎嘛？好似前季。太陽飛馬，咁佢會喺依綠色小巴嗰度嘅，有啲電視機咧，有啲電視機可以播放翻太陽飛馬嗰啲精華。再實多嘢先，都係望搭緊小巴，都係望住個電話嘅啫嘛。但係咁嗰度，始終除非你塞住耳仔聽歌，咁係，有啲人你個小巴個範圍咁細，你點都會鬧一鬧。咁係，咁我意思係覺得多啲喺嗰啲其他多啲人嘅討論區啊彈出嚟啊，係咪突然間屌你咁樣？呢啲係成本問題啦，即係一隊球隊都係俾4000蚊人工。其實好老實喎，其實你梗係夠膽啲破格俾咁多錢。嗰啲撲街冇撚睇。
你夠姜啲真係買 AV Super 度彈個廣告出嚟，其實真係會扯到人。我出奇喎，睇波又嗰班人，嗰個係無線喎，大家都係買 AV Super 啊，無線啊，啲 CV 啊，屌你老，嗰啲用家好激動啊，彈得咁快，嗰啲用家啊，我咁正驚你咁樣嘅，你收撚皮啊，你開撚住個 app 睇，屌你老細。幫你買 AV Super 貴啊嘛，大哥！嗰啲持份者大家都睇波嘅啫嘛，因為都係睇波啊嘛。都係嗰啲真係想扯到人，嗰啲留意到有波睇喎，真係。你真係夠姜嘅話，即係買 AV Super， 屌你搞直播真係好多人睇啊！你真係講落去嘅，佢梗係啦，佢難得諗到嘢，但係繼續諗啊嘛，即係想啲遊戲係啦，宣傳咁啊 ，BFB 嗰個 game 係啦，多啲嘢彈出嚟會顯示到賽程嘅，好簡單，好簡單，你留得咦藍馬喎，咦，算唔係有冇人睇藍馬啦？都都幫我一條結咁啊又引到一兩個記得啊嘛，起碼都係咪？即係多啲渠道，唔撚係電，即係唔係多啲渠道，多啲喺個電話啊、電腦度噶啦，係嘛？但係尤其是你話依網上世界咧，咁球會又要專登請個人翻嚟睇住個網絡咧，啲網站咧，我估佢哋都唔會捨得花依錢。咁係邊個林鄭有筆值啊嘛？林鄭咁捨得啊？搞佢整個網站一嘢就2000一嘢。請個人攞到幾皮嘢去啫，個掣喎真係。屌你啦！咪嗰啲真係。仲要出親嚟都係柒嘅喎。係咯，我哋扭炒撚咗佢啦，嗰啲人。哇！又出糧喎，你老咪你好過打輸爺工啊嗰啲，好爽啊，好爽！我而家先睇啱最近睇緊嗰啲競選經費，哇！你睇下葉劉18000去化妝，佢老母臭閪，化咩妝啊？死人化妝啊！屌你傷頭皮死嘢啊！即係嗰啲揾食咯，唔係你個頭攞個燙斗燙就得㗎啦，咩搞啫？撚識咗啊！呢節玩到呢度 ，OK， 轉頭再傾，嗯。經錯過我哋精彩嘅節目。而家上嚟呢個網址就可以訂閱曬我哋八大頻道，付費之後仲可以重温曬所有精彩嘅節目。記得要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贊好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啊！